好，我是百度知道明星好奇官徐艺洋。国庆节刚刚过去不久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？已经进入十月，离2021年也越来越近了。今天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，你对自己2020年过去的1/4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对于剩下的3个月又有什么打算呢？快来和我分享分享吧。我将为优质回答量总数前3名的用户送出1000名礼品哦！快来百度知道，百度 APP 参与明星问答活动，回答我的问题吧。